亲爱的前职，14年前从来没有想过，那天在世新大学这一栋教室门口，那个如梦似影、映入眼帘的大眼女孩，现在竟然这么美丽的站在我眼前，即将成为我的妻子。也从没想过，2年前的一场婚礼，让我们再度相遇。2年后的今天，我们变成我们故事的主角。这让我相信了一句话：真爱也许会迟到，但它永不缺席。也告诉了我，千万不要换手机号码。感谢缘分，让我们在最成熟的年华再度相知相爱。我最享受的不只是跟你在一起的幸福，更喜欢跟你一起发福，一起看剧耍废。去年你偷偷邀请了我的朋友，给我了一个惊喜又难忘的庆生。我喝了好多酒，但你不但不厌其烦地照顾我，还不时地照顾我身边的人。就在那个 moment， 我知道就是这个女人，我必娶。最后还是要再说一次，虽然我总是很健忘，每天都忘东忘西，但我从没有一天忘记过要爱你。杨千芝，我爱你。嗨，亲爱的冠浩老公，哈，我可是从来没有这样叫过你哦，想必你现在超开心。那今天就是我们第一天成为老公老婆咯。首先呢，我一直觉得能跟你共组一个家，就是想看到什么剧情，其实都是两人一起搭的布景。我们这一生都在演戏，学习扮演好女儿、好朋友、好同事、好老婆。谢谢是你走进我的人生舞台。这一天的到来可是没有那么容易，经历了上周四突如其来的车祸及鼻窦炎的状态下准备这场婚礼，我下班回家的路上哭着问你为什么，同时我也问自己，我想也许是想在结婚前先经历各种磨难后，才知道彼此是未来可以陪伴及照顾对方的那个人吧。从认识14年的朋友变成情人的我们，期许之后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不会忘记我们曾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、好室友、好队友。最后，我们都要相信，幸福的家是自己营造出来的。谢谢你走进我们营造的家，欢迎光临。我望着你，你看着我，有句话我想对你说，今生今世跟着我，做你幸福的理由。篮球、网球、橄榄球，都很难得。
不喜欢。哇！领导，再见，谢谢。好，再来报，对，拜拜，谢谢你们来。